所以说呢，不是只是在外面罪的问题，是人里面。那有些东西你知道哦，我们里面呢，这人的琐事里面也有一些东西，不仅仅是要借着什么呢？是要借着主的血，也要借着什么？主的名，好叫我们这个人里外都被洁净，甚至在主的名里啊，我们在主的名里就是谁啊？就是主的自己进到神面前去。我现在不太知道怎么讲这个东西，就像通行证一样，啊，你必须要有主的血啊，有个洗干净的一个问题，还要有主的名，主的名就是我们呢，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就不是只是我到神面前去，而是呢主的自己到神面前去。OK， 好，这里有主的血，有主的名，啊，好，那在下面呢就是有祷告的遵照，祷告遵照，我们请读一下好不好？祷告不是照着头脑所想的，乃是照着灵里所感觉的。什么叫做在灵里所感觉的？哦，在灵里所感觉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？大开开关。哦，你先不要问我什么叫这在灵里感觉的。其实在灵里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呼求主，你好好呼求，呼求个三分钟五分钟之后，你在你深处就会有感觉，你就要照着那个感觉来祷告。啊，我们再往下读一点你就知道了啊。第五啊，祷告的无主，祷告的无主就是要有无愧的良心，就是不定罪的良心。那什么叫做这个？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来到神面前。那你知道一个假设，今天我一个小孩子他做了一些错事，他看到他的父母亲呢，就会觉得有口难言的，总是觉得怪怪的啊。这像家里有孩子都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想到，哎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小时候一做错事，我爸爸都知道呢？因为不是说他知道。他一看到我那个样子就知道我是做错事了。小孩子哪有说是能够像什么做了什么事情了，我没有。那小孩一做错事就是那个做错事的样子，难怪说，过来过来。那这是什么呢？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不是神不圣，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良心有亏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和神来接触呢？神是爱，没有错，但神是公义的，是圣的，是义，是荣耀的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来接触他？如果我们的良心有亏，啊，那良心有亏要怎么办？要认罪。其实神呢，他不是说啊，这个什么叫做良心没有亏的意思，不是说什么。重点，良心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呢？是借着主的血，借着认罪，取用主的血。神不是说要我们把罪这个什么，而是说若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你去想想看，神是赦免我们没有问题，但如果我们的心里注重罪孽，神怎么能够赦免我们？那什么叫做不注重罪孽？其实不注重罪孽的意思就是认罪。是不是这样？一个小孩子，这个父母亲啊，最怕的不是说他做错事，对不对？而是说怎么样，做错了，但是怎么样，不认错，就这样，那就倒霉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呢，怎么样呢，能够让我们良心无愧呢？认罪啊，在约翰一书写得很清楚啊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信实的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你不求主，可能啊，就有主的光就光照。哎呀，想想看啊，我对我的姊妹怎么样？想想看，我对我的孩子怎么样？那不求就有光，有光怎么办？认罪，先向主认，一认怎么样？良心就无愧了，我们就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啊。好，然后呢？所以呢，
祷告的对付，刚刚就顺道讲，就是什么认罪。借着这样呢，我们就得以怎么样，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所以有首诗歌我非常喜欢，我一向清真之事，我已接受主的事，我已经过万缘子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借主赎罪的宝血，我的背书成圣洁，不再有分与罪孽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裂开幔子我已过，这里荣耀不败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竟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。我为什么唱这首诗歌？是因为你要知道，祷告太宝贵了，能够来到这位神面前太喜乐了，这位神太丰富了。那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呢？我们需要与神没有任何的间隔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只要有一点罪的间隔，神是爱我们，但是对神而言，我们就是绝缘体，是罪使我们成为绝缘体。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，哎，我祷告了，但好像都没有感觉，越祷告越闷。有的时候可能呢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些罪。那怎么样呢？怎么样除去罪呢？除去罪不是不日三省吾身啊，不需要自省。真正的路我就是呼求主名。真的，你花的时间好好，每天呢，特别是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你好好花点时间哦。我们再呼求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。这个呼求主名啊，那个有首诗歌，他说。我是呼出我的愁苦，呼出我罪恶，我是细如一只细如，你所有丰富。这诗歌在说什么？我是呼出我的愁苦，呼出我的罪恶，我是细如一只细如，你所有的丰富。这首诗歌就说出我们刚才所交通的，要有祷告的遵照，要有祷告的对付。那当我们呢经过这样的祷告呼求主，然后又有祷告的遵照、祷告的对付之后呢，我们呢就可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在那里来享受主一切的丰富，享受主成为我们一切的祝福。所以啊，这里面说实在的，这不太是一个讲的东西，它是需要我们来操练。所以说基文弟兄今天交通的很好，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个不能够光说不练。我们要需要一起帮助我们。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做，不是这个。做我们可以彼此激励是不是啊？比如说在这里啊，这个原生姊妹哈，小茄子真的很像，被光照，被光照，主啊，赦免我，谢谢，说光就来了，你看啊，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真姊妹。只能呼求主，真的是很有光啊！呼求主啊，就认罪，然后呢就觉得呼求主很享受，做做见证，你看，就众人就一同被激励。那对啊，就这样子，那我们下次来就可以彼此分享一下，我们就是同一方面，我们是这个弟兄姊妹，一方面也像同学一样啊，彼此激励。叫我们能够一同长进。